谢何笃苓，我是郭婧淳。来，我们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下周好运的运势，一起来关心3月21号到27号的运势。哎呦，来，赶快先来欢迎我们命理老师，首先欢迎黄友福老师，大家好。哎，接下来欢迎张胜书老师，观众大家好。好，接下来欢迎许瑞光老师。哎，来欢迎几位来宾，首先欢迎新闻很多的刘雨柔。接下来欢迎小空。来，接下来欢迎廖辉英妈妈。哎，是讲到最近刚过完年，其实过年是当然说啊，放假终于可以放松。嗯，可是很多人其实过年的时候压力很大。对呀，好大，哎呦，对不对？有的要包红包啦，压力很大啊。老板要包什么年终奖金呐，对不对？啊，那个问题是单身的，单身的人怕什么？单身怕回去要被逼婚、催婚、结婚没有？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要结婚要生小孩？你看谁都结了，谁都小孩几个了？这种问题对不？对，真的很怕，一定要含糊带过。那就来看看你们都怎么带过。真的，因为其实今年过年的时候就回南部嘛，因为妈妈是嘉义人，那一样就是亲戚朋友很多，再加上因为我的弟弟他已经结婚了，然后他的小孩已经2岁了，所以呢，他们就会一直来问我。大姑姑，对，你要含糊带过，他们才不会再逼问下去。通常他们都怎么问？你一回去，他们都。哎，金宝是我男朋友，我对象我啦。哎，我就说，你看我现在像小孩子，我嫁得出去吗？没人要啊。所以我就说，我一直说我像小孩，我没有办法结婚。然后再加上就是你讲这句算含糊吗？这含糊啊！对，你这句一直在演艺圈标榜自己的身材已经越来越好。我已经尽力的用我的身材去诱惑大家，就是没有人要我啊。廖威老师，那人家一想说麻雀虽小也五脏俱全啊，想说哎，那也义工啊，这个女孩好哎，嘛是健康健康嘛，太老太急呢。哎呀，不会，敢有什么问题？应该看起来嘛，胖胖胖胖啊。对不对哈？妈妈讲的话，所以你这理由含糊不过去，含糊不过去吗？就是真的很奇怪，就是没有那个对象，真的没有对象。我也很想，其实我前几年都没有想说要稳定下来，但是其实今年有朋友介绍过吗？有，其实有朋友介绍，但是介绍的对象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看起来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就是好玩而已，还怎么样？就是那些对象都不是，你说人家把你当玩咖？对，玩咖。有一位就是长辈介绍的对象，然后他其实也一直很想结婚，然后他年纪大概比我大个大概6岁左右，他其实也到适婚年龄了啦。长得怎么样？长得我觉得还蛮 OK， 蛮帅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来电。那工作好吗？工作很好，在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我讲说以结婚为前提，因为我觉得会，我觉得这个有对我来讲是有压力的。我不喜欢一开始就是以结婚为前提的那个状况之下，因为我们还不是朋友，我们要先了解对方是不是朋友再说。哎，你这样讲，人家其实男生也有年龄的压力啊，我们就是很诚恳的以结婚为前提，我尽量把我最好最真的一面表现给你。但是我会担心他以结婚为前提，然后就是想要就是让那个速度快一点，然后我就会很紧张，因为毕竟以前年轻的时候速度很快都没结果啊。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我那种心里的那个好啦，那这个你可能会觉得对方条件也很好，但是太早急着要定下来。对，太早。那现在就也有朋友介绍一个慢慢来的，对，太慢，先从烤肉到朋友，这又怎么样了？太慢，对，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说，我们要认真的当朋友的时候，应该要从周遭的朋友一起。所以那天在我生日的时候，我邀请他来我家，然后就来一个烤肉 party。但是你知道，就很多很多的人嘛，但是我没有办法，只是单独的招呼他，或者只有跟他聊天。就这位男士呢，竟然在我家沙发上睡觉，他在睡觉，然后呢，跟其他的朋友也不一起聊天，那我就会觉得说你他从头到尾都在睡觉，他从头到尾都在睡觉，但是他醒过来以后讲了一句话说，哎，你们家沙发真舒服，我心里我脸都绿了，我就想说，刚刚那么1-2个小时你在上面睡觉，你还说我们家沙发真舒服，你要不要在家里睡啊？就是你不融入我的朋友，我觉得就后来他想约我就他何必融入你的朋友，他已经直接融入你家了，你的生活。男朋友就是也不是男朋友，就是也算是刚开始交往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曾经就是有养过类似那种小白脸，就是男生的费用都是我来出的。对对对对，你说你曾经有过，
就是养小白脸，有养小白脸的经验，而且养蛮久的那一种，养大概一年多，就做我家用我感觉好像在讲养猫养养一只小白狗，年纪比你小吗？年纪跟我一样大。就是因为他一直是学生，然后在念研究所，所以他没有什么经济能力。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出道，我在工作，那我想说没关系，你就好好念书，然后就是我来负担。但是那个经验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就觉得说我好像真的在养一个帮别人养老公。然后最后其实后来还是不了了之。那自从那一次经验之后呢，认识了这个男生，他也是念就是相关科系的，他是念建筑，所以我以前是念我毕业的那个科系是念视觉传达设计。那因为我们有时候有一些秀的时候，我们想说可以一起去看。然后我记得几年前就是太阳马戏团不是来台湾表演吗？然后我就很想去看那个秀，但是其实那一张票也要1000多块这样子。那个男生就一直没有那个钱，但是我就一直盯住，其实我可以帮他付，但是我觉得你约好了一起去看秀，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表态说要先去买票啦，或者什么，他都没有去表态。然后我想说，该不会等一下到了那个现场的时候，又是我去付钱？对，我不喜欢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1000多块，但是你也是表示一下这样付得起，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事情开始慢慢让他有养成付钱的习惯。小扣，那你就算先帮他付，然后你开口跟他要，哎，刚刚你的票钱是多少钱？这样你讲不出。但我觉得这样很难看，很难看，很难看。然后我不喜欢，对。朵琳哥刚才讲，对，我就是因为之前帮男生付，然后男生会觉得付钱都是好像是我的责任一样，所以我很担心，就是也让他有这样子的感觉，我就坚持这一张票我绝对不会付钱。结果这么一等就等了一个多月，那个秀都快结束了，这种感觉就是我就是碰不到对的人一样，后来又不了了之了。是哦，好坎坷哦，这种就是因为一直没有对到一个，也就是姻缘的流年还没到，对，真的还没到。我们民俗上哦，弟弟不可以先结婚呢。弟弟不可以先，弟弟不可以。你姐姐姐姐的重点，姐姐还没嫁的话，弟弟结婚先结婚，或者妹妹先结婚，姐姐会很难嫁。真的吗？是啊，没有我们知道啊，以前都这样。我不知道哎，姐姐就很难嫁了，不敢说保证不会嫁。我想先去哭一下。你们家就是这样，而且小孩子都生了，你看没有？我先的，哦，你是先的，哦，对，姐姐先的。我就是怕我自己嫁不了，所以我赶快啊，抓到父母就不放。对啊，害你弟孩子都3岁了，都还不能认爸爸。是他说，我问你哦，那我们在演艺圈哦，很多梦，比如说什么陪吃饭啊，真的假的？因为像你都。有很多朋友也介绍对象给你，是不是？对啊，哎，刚刚你们不是讲到说什么过年压力很大吗？就我突然想到，我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那才叫戳，那个直接是那个剑插在我心里。怎么样？哪一句话？因为我们家刚好要搬新家，然后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妈妈就直接很了当，在我面前直接问我，她就说：“妹妹啊，你有没有想过这几年你要结婚吗？”然后我就说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因为一路来我都是开开心心，然后想要干嘛就干嘛。我说怎么了吗？因为我妈妈从来不会问我这么严肃的问题。她说没有，因为你知道家里最近要搬新家，如果你没有结婚打算的话，我们还要帮你留一间房间呢。要被扫出去。有这样的打算呐、啊？你也知道哈，3房2厅跟4房3厅有差，4房2厅价钱差很多。啊，这个快点嫁出去哈，我们家可以省不少钱。对，那你睡客厅吗？他就会一直murmur想说，哦，我们家现在找到一间房子多大哈？啊，就只有3间房间，他开始分配房间给我听哦，什么他跟爸爸一间嘛，姐姐一间嘛，然后我侄女一间。我说然后呢？那我呢？他就说，那如果你没有打算要结婚的话，我可能要隔一间给你哦。真的，每一次看房子说啊，这间我们都好喜欢，都好，哎呀，这雨柔要是嫁掉这间。这间好棒好棒，哎，是啊，要是啊，你看雨柔进来就可以差几百万，是不是？不可以，不管我嫁不嫁，都要有我的房间呐、啊！怎么可以这样？我那时候很受伤，我会觉得好像就是把我赶出门一样。我想说有这么严重吗？然后妈妈就想说你也今年要28岁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找一个好对象，还是有一个什么？妈妈还我没有，所以你没有。妈妈还很含蓄，妈妈是不是想讲说，其实哈，你看你这个年纪还不嫁，会影响我们家业。所
太可恶了吧！这样子说，是算过算过，你看爸爸这几年心情都不太好。那真的是晴天霹雳耶！那个比什么，你要不要交男朋友那个，我觉得都还好。那你赶快先搬出去好了。我其实我已经搬出去了。哎，但是雨柔，其实你本身应该追求者众，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是要用介绍对象的方式让你交朋友。对，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很容易自己去交到男朋友的原因是我的生活圈很小，就是我不常跟朋友出去认识新的朋友，我的生活就是工作，然后运动就是在家。就做我自己的事，我就是一个很自闭的人，所以我很难跨出那一步去认识新的朋友。所以如果我要认识，一定要透过朋友的介绍，或者是突然谁，比如说小高身边有个男生想要认识我，然后约吃饭什么的。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我自己有毛病，还是他们就真的没有办法达到我的那个标准。像有一次就是也是朋友介绍一个男生，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天哪，他好帅哦。然后又年轻，你知道是一个有班杰那么帅吗？是一个班杰，班杰是代表比他帅很难，好不好？又验不到他的 label。OK， 然后就是连班杰的脚趾头都比不上吗？没有，大概就太窄了，差不多了，差不多。差不多帅还是跟他脚趾头差不多？只是对方不是混血，他就是很道地的台湾人这样。哦、uh-huh. ，那很帅哦，很帅，他真的很帅，他是一个型男，然后身材好到一个，就是你看他穿衣服，你就觉得流口水。天哪，他的线条怎么这么棒，好挺哦，然后身高又够高，重点是他年纪又小，就是个小鲜肉。我想说这么鲜肉，这么补，为什么不要？然后我想，好，那第一步已经打开，就是我已经没有心房，我觉得就来吧，我们就认识彼此的菜。okay. 然后那个晚餐就跟朋友吃的也很开心，聊得很开心。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有一点不对劲，因为在吃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男生吃东西会这样。哦，有声音，嗯，然后一边咬一边跟你讲话，这样我就想说，哎呦，他是比较放得开嘛，其实我也没要你细嚼慢咽，但你至少可以吃完吞下去再讲话吧。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些小细节，到后面变成是吃完东西不是有牙签吗？嗯，他不使用牙签这种东西，他就这样嗯。然后突然会有噔一声那种，就是有吸到东西的感觉。不是，是牙缝里面那个小饭团被吸出来，跑出来了，很舒服哎，真的很舒服。真的不行嘛？就是第一次。对，因为我觉得你再怎么，可他用牙线的话，你会比较好吗？我觉得至少你这样子，我觉得 OK， 我觉得比较好哎。对，或者是你去厕所做这些事都好，是啊，就像你不会在餐桌上挖鼻屎是一样道理。但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同一个 level， 是一样扣分的。然后吃完东西，大家在聊天的时候，突然你就会发现奇怪，是有地震还是怎么样吗？因为那个桌子就会一直不停的也这样抖，它也抖太大力了。你会看到那个就奇怪，水杯怎么会一直有那个波纹？波纹就你会开始奇怪，就开始注意，就发现这男生就在那边一直这样，就会一直这样我想说你在抖什么脚？我想说有多痒，不能这样子抖。然后我想说天哪，因为后面他这一些所有的坏习惯，导致于第一印象这么好的满分已经完全被扣到没有了。所以他之后如果想要再约还是什么，就是处在一个我就觉得不舒服，因为我跟这个人见面，他的行为举止已经让我觉得到有点想吐的地步，我就没有办法接受。还有那种人家介绍对象，他毕竟不是演艺圈的，对，他一看你是演艺圈的，会不会哇？很多问东问西的，因为像我一个姐妹，她就是比较热心，然后她如果身边有不错的男生，就条件也很好，就是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家世背景，然后又想要认识我，她就会很积极说，哎，我们去下午去吃什么东西，然后你赶快出来，我介绍一个男生给你认识，也没有要你们交往，你们就好好聊一下，搞不好你们会有什么。我就想说，好吧，那你那么积极，那我就去吧。然后我就带着平常心去了。去以后，那个男生看到我远方哦，才大门进来而已，他立刻起立，你知道吗？他就说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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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然后把你拉椅子什么。我想说，哦呦，好热情哦，怎么这么热情？对，想说是服务生这家店的吗？然后坐下，马上就是这样，哎，来菜单，你看你要吃什么？我推荐的是这个什么什么很好吃，这家算主厨很有名什么？就我就想说，干嘛有必要到这么激动？然后服务这么周到这么好吗？错耶！可是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
你没有很放松在想要经营这段关系，我会觉得你很刻意想要去讨一个人欢心，或者是想要对一个人好，就是也 OK 嘛，也 OK 嘛，他不是一个自然，他想要讨好你，觉得太 over 了。对，我觉得有一点点 over， 然后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一点点不舒服，可是到后面让我觉得更不舒服的是，他说：“哎，我问你哦，那你们在演艺圈哈，很多那种，比如说什么陪吃饭啊，真的假的啊？”因为像你条件这么好，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状况啊？哎，那个八卦说谁跟谁什么，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好像有一次在机场看到那个谁，但旁边的女的好像不是她哦，好烦哦！你没有看过那个人，你知道什么事吗？我真的想说，你要不要去做狗仔？你来认识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会觉得他并不是出自于真心想要认识我，或者是经营一段新的关系。我会觉得他只是为了要靠近去知道一些他想要知道的事，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很不 OK。哎，你们这样讲其实对人家也不公平，因为你们也不是普通的女生，你知道吗？因为你本来就自然一点就好。对，因为他那时候你们长得也不自然啊。你们的工作也不是属于一般自然的工作，也不是一般的人，没一般人，特别。我觉得不舒服是，比方说，因为像我之前有帮某一些杂志拍了一些，就是尺度比较大，但是是比较艺术，也没有露点什么的，就尺度比较大的照片，然后是非常性感的。然后带来说，哎，你穿这样不会冷哦。我跟你说真的，这是三点包嘞啊！你要不要真的给我看一下？高小姐，你请啊，你用美国。哎呦，我可能不来。他就拿那个杂志，你知道吗？然后因为可能你拍了十几卡，他还翻到就是极尽全裸那一面，就是你躺在沙滩上那一面。他说：“我告诉你，我最喜欢这一张，你的身体的曲线怎么样？”是你的表情什么？我就说天哪，我好不舒服，因为这个东西怎么会让你在餐桌上拿来讲？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在这一张上面签名？真的？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我没有带笔。冷掉，很不 OK 啊！挑三拣四，这样比起来，刚才那个剔牙尖抖腿是不是比较好？他还能跟你山盟海誓，真心爱你，老婆，我跟你讲，这里我就爱你了。这样好像也不错。6:30我来接你，6:00他就到了。我可不可以一个人一辈子？没有，我支持你，都好可怕。对嘛？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牵强？没有牵强，人家只有那点小毛病而已啊。那个小毛病是天天都要看到。也许对啊，好，你们自己在家里好了。对，问了你好几个了，是不是？那也很老了嘛，好。那你之前交过几个男朋友？那哎，当场问说他的爱情履历是怎样啊？在你。进行一个塔罗的占卜，但是要占什么呢？很神秘。题目不知道哦。OK， 题目等一下才会告诉你。这里呢有1、2、3、4、5张牌，你只要在心里面呢默念到底哪一张牌的个性最像我，然后选一个号码就好了，像自己。哦，嗯，就你是哪一张牌啦？你的个性最像哪一张牌？选一个号码就好。哎，好的，雨柔，5号。5号。好，小扣4号。好，1号，好，2号，3号，我是狼巴兔，狼巴兔，好，我要5楼，5楼，好，好，那我们就来揭晓了哈，我们从2号开始来揭晓好了，2号跟这个建仁姐，要测什么？哦，要测什么哈？我们来看一下，来，题目是在感情上，我是不是太挑剔了？你的挑剔指数有多高哈？你们哎，两位，你们觉得自己挑不挑剔？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古猫的，就我的点很多。我觉得我不挑剔。你玩另外一个就是测谎。我是先开这边。沙发很好睡。等一下开牌揭晓就知道了。我要从2号开始来讲，2号是建仁姐选的哈，还有这个黄老师选的。好，来。这个2号这张牌呢，它是魔术师。魔术师呢，其实他就是一个很聪明、很伶俐，然后很有自己的想法的人哦。然后很喜欢看新闻、看报纸，然后这个社会的这个资讯啊、薪资啊、新闻啊都知道。所以呢，他最讨厌对方不聪明、笨蛋、没脑、脑残、没看报纸、
好，就对方呢无知，这个让你最受不了。这张是八十分，跳第十的八十分哈。所以如果说哎，一个很帅的人呢，条件很好的，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开始讲话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你跟他讲电影啊，最近的电影在演什么，现在连续剧是什么，然后台北市市长是谁，国家大事是什么，他如果什么都讲不出来，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人你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哈。所以选到这张牌的人，基本上你讨厌聊不来的人，讨厌笨蛋，讨厌这个想法上不能够跟你沟通的人哈。OK， 好。那如果说你选到的是四号的话，四号是小抠选到了，对，哎，你到底有没有很挑剔呢？我们现在来告诉你。好 OK， 来选到四号牌呢，这张牌呢是爱人牌，哦，感觉好好。爱人牌呢，其实你是一个啊爱人型的人，是比较善解人意的，哎呦，比较在乎对方的感觉，是哎，我觉得比较容易呢会因为对方而去改变自己，配合对方调整自己的人，所以呢你是温柔体贴，你只是比较害怕冷淡。但被忽略这张的挑剔指数不高，七十分而已。选到这张牌后，你的另外一半呢，工作哈成就没有很大，没有关系；没有很会赚钱，没有关系；家世没有很好，没有关系；没有很帅，没有关系。只要他温柔体贴，关心你，照顾你。所以呢，你最在意的就是说，如果他工作太忙，很少时间陪你，不行。那如果说他都没有打电话给你，不行。然后呢，没有哎常常花时间呐，跟你聊聊天啊，谈谈心啊，不行。所以选到这张牌呢，你只有在对方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关心你、照顾你，对你太冷淡的时候，你会有意见，对，你就会挑剔这一点。的确，而且我觉得就是人跟人相处就是要沟通，你我们这样子那么长时间不沟通，会变成平行线，就没有焦点了，嗯，所以一定要就是适时的聊聊天。小寇有一点姐姐心，就是你要碰到一个要有上进心，嗯，但是你可以容忍他一辈子都运气不好。我一定要上，我一定要上台大，但我没考必不中。没关系，没关系。好，到底其他的地方都六十分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很体贴啦，要在乎你的感觉，然后要会看你的脸色，啊，看你高兴不高兴，喜欢不喜欢，啊，那个时候心情怎么样，然后讲一些关心你的话，对，在乎这些哈。那如果说你选到的是三号的话，三号是张老师选到，对不对？来，这个观众朋友，如果说你也选到这张牌啊，你自己是国王型的人，国王型的人呢，自己是非常能干、有担当的。如果女生呢选到这张牌哈，你的工作能力啊，哈，各方面都是比男生强，事业各方面可能都做得比男生还出色。但是呢，当你是这样子的人的时候哈，你看哦，你自己是能干、有魄力的时候，你就会嫌弃对方没担当。